吸人贴。那这个展的名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老师要不要说明一下？分广义跟直接的意思来说，直接的意思是行人就是旅行的人嘛，旅行的人他所留下来的痕迹，就是帖，行人帖。那广义上来说，我们的一生不都是在旅行吗？各种遭遇，各种感受，人生的所有的体验，常常会呈现在你的绘画作品里头，所以称之为行人帖，我想是一个很恰当的名字了啊。那这些作品其实都是比较早期一点点的作品。然后隔了这么多年重新再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什么样子不同的触动？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啊，我最近也在因为要出版摄影集的关系，重新看到的以前所拍的东西，也就以前自己亲自设立过的那些场景一样，我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就让我回溯起当时初见这些地景地貌人物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当然那里头以绘画来讲，它经过很大的一个转折，呈现出来的跟当时的实景是有距离的，但这个距离也正好描述了我对那个事物的一种主观的一种反应。很有意思，就看到任何一张图画都让我回到那个现场去，只是有点疑惑，为什么自己会留下那么多图像？真的，很想不到。比如说，塞纳河畔的这一张，一男一女坐在那个地方，然后看到远远的巴黎铁塔。不知道怎么有人，我指的不是他们，是说我怎么有人有这种闲情，看到什么都在画，这种感觉蛮多的。因为这每一张每一个尺幅，你们也都画画吧，都会想到假如说你要着意要把它登录在纸上的时候，你得经过多少考虑啊，做那一个那种喜爱的选择啊，要舍弃什么，要加入什么，要加强什么，都会经过许多的仔细的考虑。等于你的生命就耗在那个点上面，不是这样吗？所以看这些作品的感觉，就好像看到自己是生命是怎么耗去的，也就可以说自己生命是怎么获得的。就是你所有生命每一个阶段的累积，所有时光的累积，都在这些作品里面。这是指的是画者他自身重新在看到自己的作品的时候的深深的感觉，他
他就是自己生命的代表，不管他是不是很成功啊，但他的的确确是积累的他的生命跟灵魂。嗯，所以在重新看那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回想起当时触动你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要画下每一张图或者是要拍下一个画面，一定是在当时当下就是有一种感动让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重新再看的时候可以找到那个感动。我这么想，与其说是找回啊，就不如说我会重新调动一次。我选择他的时候，的当时的自己所有的生命的经验，在那个时候对我的一种激动。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在这个时候是一瞬的，但这每一瞬，这是一个创作者的他的一个淬炼的并发的那个一刻。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在旅行的过程，在很多的能不能看到你很多的作品，其实它是同一个也许是同一个旅程或者是同一个场景，但是你事后用不同的方式去把它再现。对，不管是用文字用图画，那图画也还有很多的不同的素材，那在每一次用不同的素材去表现它，或者是不同方式去表现它，对你自己个人来说，会不会觉得它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不同，或者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多的方式去运用它？这个归诸于最后的结果来看，好像画家是把它用不同的技法再把它淬炼，从结果看起来是这样，但其实在心灵的过程却不是这样，是还是对一个生命的问题的反复的在诘问的意思，反复诘问的操作这边的那个绘画的技法的呈现。它担负了你能不能结论出一个更好的更丰富的更接近你要追求的那个点。Thank you.
我有一本收藏的书，是一个复刻版，嗯，就本来的出版半世纪以前出版的，后来又重新再复刻的，嗯，是一个我喜欢的画家，叫你知道吗？知道，日本的对，侧裙，不是，他有一，他那个复刻版，他叫做行人画帖，行人画绘画的画，嗯，行人画帖。是动漫是吗？那不是动漫，是动漫画。嗯，对，少女漫画。是画少女漫画。但是应该，但是《煮酒梦二》啊，东京到处都有他的家。当时为什么会想用这个形式来呈现？哦，在创作上，我讲窄一点啊，就在绘画上，当你在某种形式中创作到了一个瓶颈，或者我就说到那个高原。就无法在这里再找到突破点的时候，那时候最自然的方法就转换一种媒材，这个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你从油彩转换为水墨或者什么，那版画是一个选择，它最间接，它不是直接的绘画，它透过另外一个介质转换到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它的变化是比较大的，也有许多是绘画的人所不能控制的状况会发生，是最具有冒险跟挑战性的一种绘画形式。所以我常常在我做作画的经历中，像版画这个东西，我上前后有十几年都在做，不是一直做，而是一个阶段我会经营在那里蛮久的，就是从我其他的绘画的形状中跳出来，会常常会做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未知性跟不能控制跟有一些意外的状况会发生，就像我在这个展场上看到的，像以这个作为例子，你就看到怎么有的是白反黑，黑反白，两种颜色的相套，然后呈现出四种颜色的结果，或者你只是一个主板，像那里你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的方法，手上彩或者是什么，变化很多的。
就比如你在选择你自己的素材转换成版画的时候，你通常要怎么去判断？就是你大部分可能是从你自己速写来的，那你什么样的主题会吸引你把它转换一个这么繁复的新的过程？嗯，这牵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当初我在裸手绘画现场的时候的一个选择，什么东西会进入我的图画纸里头，这是这一次选择。然后这些累积的我已经经过选择的材料景象，有些我认为它透过同版画的形式，它可能产生一种不同的效果，想象着那时候那只是这么想而已。那所谓这么想，我已经具备对于铜版画的技法的一些基本的了解，在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想象，就把它套入哪一种技法，它会呈现出哪一种结果来。然后所谓的第二次选择就是去实践它，但结果有的是满意，有的是意外，有的是失败，这都可以的。版画是最允许失败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它多样化。
红版画基本上是一种凹版画，就是它的图像是在凹进去的这种呈现的、嗯、对，也就是说你全部涂上了油墨以后完全擦掉，只有凹痕里面没有擦掉、啊、有油墨，所以它压印的时候就粘显现出来是那个线条、嗯、这张不是，这张是做好了一个这个铜板以后上面油墨并不擦掉、嗯、而上面的滚铜呢就是一种硬的滚铜，就它不会吃进那个凹陷里面，那、嗯、你现在我看到的全部都是铜板的表面上的油墨，是变成白的，反而是凹的地方的，对，凹地方全部是白的，白的，因为没有被沾到嘛、嗯、对不对，就等于说是硬凹板涂印、嗯、用凹板来做，但是用涂板的方法来印，跟别的不一样，其他是凹板直接让它油墨直接粘上去的、嗯、那这张是用硬的直接变成表面凸出来的部分粘、嗯、颜色的，对对对，所以可能你在了解过程的话，从这张开始讲人家比较听得懂、嗯、听得懂啊，铜板、嗯、我想办法把它刻的有线、嗯、好了，我先用油墨上去，有些地方是凹进去的，所以上不上油墨嘛。嗯嗯，对。所以我在印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嗯。啊，一般的不是，一般是上了以后把油墨擦掉。嗯。就留了一些油墨在线里面。嗯嗯。都算是反的。非常具体的东西，每个人不管他有没有艺术创作的训练或者经验，他都能从这具体的东西跟他的生活发生联系，这个联系就走到了一个他跟画家交心的那个点上去了，所以我觉得看画展是跟其他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样的直接，那里有很多的捷径，就是他对自己生命生活的认知的那个捷径，希望能够透过他看画的过程当中他能够获得。那你觉得在这种时候艺术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就是对你来说，或者你觉得对于同学来说，或对一般人来说，这个问题就好像说这三个月你为什么还在吃饭、嗯、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它的特别指向。下一题。但是有些人就是说艺术可以升华，可以拯救心灵啊、嗯、类似上有些人会也许会这样想。嗯，这说的是真的，因为假设你断绝了其他外向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反求诸己的时候，艺术会提供你很大的心灵的空间吗？这自己，你这三个月怎么过的？我还不是照样呗。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因为自从大病以后，我外向的活动几乎都断绝，所以看到同学来找我，
会有机会跟同学一起，我都会觉得丰富的不得了。那这些经验，这些短暂的接触，带给我回家的内心，非常丰富的。但我是透过绘画啦、书写啦，这两样东西，只要把我拿掉的话，我想我的生命好像就完全萎缩了。所以看到你这个等于是自己沉思的过程的这些速写啊、版画变成展览，就是其实好像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就像作曲家的作品就被演奏。没错，这个比喻的太好。我生平第一次看画展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在画什么。这你好像觉得很奇怪吧？你既然已经画了，画那么多，你才凑成一个展览，你为什么在展览场上，你才发现说你自己做了些什么？真的，当图画在展览场上的时候，把你的想象就带到你跟看画的人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点上面，那时候你对你的创作就有不一样的看法。